又搞不通，又搞不通，又搞不通，实际上毛的阴影呢，还是留在很多人心里啊，毛的阴影呢，还是留在很多人的心里。一想到，大料枪的时候，就想到毛，就想到毛，以毛作为参考价的，参考对比的，作为参考对比啊。因为很多人见过毛的雕像啊，很多人见过毛的雕像，所以啊，人家一想到就把这上面去想，就把这是上面想啊，作为一个参照物啊，这个也是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啊，要把无神论铲除掉啊，把有神论占到人心里的去的时候，把那假神呢要清理出去啊，要把那些假神清理出去。要把家神清理出去啊！那些外省人啊，才是我们上帝啊，其他都不是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